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urray, Volume 1, Session 62. 约翰穆里选集卷一第六十二讲 Chapter 24, 第二十四章 The Christian Ethic, 基督教的伦理 The Christian Ethic is concerned with the manner of life or behavior consonant with the Christian faith.基督教的伦理就是与基督教的信仰一致的的生活或者行为的模式。The Christian faith is distinctive. 基督教的信仰是独特的。And the Christian ethic is correspondingly distinctive. 基督教的伦理也相对来说也是独特的。A Christian is a new creation, a new man. 基督徒是新的创造，一个新人。And the old man has been crucified. 旧人已经被钉十字架了。Peter draws our attention to this when he writes, 彼得写彼得前书第一章的时候，让我们注意到这一点。第一章十八到十九节。Not with corruptible things, silver and gold were ye redeemed from your vain manner of life, received by tradition from your fathers, but with the precious blood of Christ. 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到十九节，来，知道你们的属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The newness is not only certified by the ransom price as that which secured it. 基督徒是新人。不单单因为确保他的新生命的赎价所证明基督的宝血这个赎价是确保新的生命，也证明这个生命是新的。不但如此 But also by the effectual call， 新生命是新的，也是借着有效的恩召所证明，所以这个新生命有赎价基督的宝血所证明或者保证 certified， 也是有神的有效恩召所证明。The call of God the Father 是父上帝的呼召 ，through which the new life has been actually created。借着父上帝的呼召，新的生命具体的被创造了。所以新生命有两方面的证明，父上帝的有效的恩召创造这个新生命，和基督的宝血的赎价保证了这个 secured， 保证得到了这个新的生命。 And so Peter also writes in the same context，所以呢，彼得在同一段经文这样说 ,First Peter 1:14 and 15, 是第十四和十五节的。As obedient children, not fashioning yourselves according to the former lusts in your ignorance, but as he who called you is holy, be ye also holy in all manner of life. 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四和十五节，来，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从前门楣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教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These are particularly the guarantees and the bonds of the new manner of life. 这些就是新生命的样式的保证 guarantee 和
和这个盟约 bonds。Redemption by Christ's blood and the call of the Father. 基督的宝血的救赎和父神的呼召。The one, the supreme cost of emancipation. 一方面是释放我们的至高的要付的至高的代价。And the other,The act by which the emancipation is registered in our experience. 另外一方面是上帝的作为这个呼召。借助这个作为呢这个释放就在我们的经历中显明的。这两个保证着我们的新生命也是使我们与这个新生命连接起来。And these two are intimately related. 而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就是基督的救赎跟父神的恩召是密切相关的。Because the call is into union with Christ. 因为恩召，父神的恩召是呼召我们进入到与基督的联合。By which we are planted together in the likeness of his death,and resurrection. 借着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我们就植根在一起植根在基督的死和复活的样式里。And as Christ was raised from the dead by the glory of the Father, 而正如基督借着父神的荣耀从死里复活 so we also come to walk in newness of life.因此我们行事为人也进入到生命的新样新的样式 Romans 6:4-5 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和第五节请听我读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新生的样式就生命的新样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refer to Ephesians 4:1 参考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 There is a new pattern 生命有着新的样式 A new kind of conformity这个新生命所效法的是新的 Eloquently expressed by way of antithesis When Paul says 保罗呢很优美的用一个、对立来表达这个新的样式和新生命要效法的 Be not conformed to this world Be not fashioned to this age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或者不要跟从这个世代的、时髦的东西样式 But be y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要你借着你的思想或者心意思想的更新而变化好刚才我们读了一段这一段里面、内容很丰富我们再来看一看穆里讲的是什么他说正如基督徒的信仰是与众不同的因此基督徒的伦理也与众不同何而见得呢因为基督徒这个信仰是信什么呢信基督徒是上帝的新创造一个新的人旧人已经被钉十字架了不是借着金银等物能坏之物赎回来的、我们是由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赎来的所以是新创造是新的人这个新的人因为耶稣基督这个重价他的宝血的缘故呢因为这个宝血证明生命是新的不但如此上帝的恩召父上帝的恩召也证明这个新生命是新的因为是这个恩召来创造
新生命。再来哈，牧师说耶稣基督的宝血，他死他复活确保了新生命，就是说他救了我们，所以呢，具体的来说，我们的生命必然会是新的。我再讲一次，2000年前基督为我们 流血钉十字架复活救了我们，可就说成就了，因此呢就保证在我们有生之年那个新的生命是新的，他保证了，他救了我们了。那这个蒙救的新的生命又是怎么开始的呢？具体的来说，不是在讲父神永恒里的预定，也不是在讲2000年前基督救了我，是讲父神的恩召，当然接着圣灵的施行，具体的创造了这个新的生命。再来好，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保证了我们会有新的生命，因为他救了我们啊，从最终救了我们了。我能做什么以是得救？答案是什么都不能做，基督已经做完了，他说成了。但这个已经成就了的救赎又怎么具体的创造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经历中呢？答案是透过大能的恩召加上重生。恩召是父神的作为，重生是圣灵的作为，以至于我们会相信悔改，开始这个新的生命的旅程。好，再总结一次，父神在创世之前预定拣选，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和他借着他的复活救了这些人，所以这些人呢，在他们有生之年肯定有一个新的生命的。那这个新的生命是怎么开始的呢？答案是父神借着他的大能恩召创造，而圣灵在里面，在人的里面使这个生命生出来的。所以我们的重生是从水和灵生的。再来一次哈，耶稣基督所做的叫做救赎的成就，成就了当然就保证这个结果了。好了，那我们这个成就了那救赎怎么临到我们，我们怎么开始会有这个新的生命呢？是有一个双重的工作，父神的恩召和圣灵的重生。我这是带了牧里的再次救赎奇恩来，重生那一章跟恩召跟重生的那一章是不可不读的。什么叫做恩召？我再讲，耶稣基督已经钉十字架，救赎已经成就了。恩召就是上帝在我们罪人蒙拣选的罪人的生命中具体的，他以他的话，他的大能的话抓住了我们，得着了我们的生命，这个叫做呼召，召了我们，召了我们，结果就是我们被召了。不是说你呼召了他我们不理他，不是这样子的，是神大能的恩召有效的召了我们，得着了我们，用他的话语临到了我们。那圣灵呢？圣灵在我们里面啊，这个换了一颗心，从水和灵生的。水不是指洗礼，是指洁净，灵就是一颗新的灵，神赐给我们，圣灵住在里面。好，所以圣灵就具体的重生我们。恩召是父神与他的话语所做的，抓住了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的，洗干净，换了一颗心，把我们这个新的生命生出来。这重生是圣灵生我们，圣灵重生我们。所以这里我们的生命是新的，因为2000年前耶稣基督流血为我们死，我们生命是新的，因为父神的恩召。那牧里这里啊，他浓缩的没有再解释那个重生。第二，我们生命是新的，因为父神召我们，抓住了我们，然后圣灵在我们里面重生。因此我们就从最终被释放出来，行事为人有新生的样式。新生的样式就与这个世界的模式
是相反的，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不要跟从这个世界的模样，这个世界时髦的东西 fashions， 乃是要借着思想的更新而变化。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新的，是因为父所做的、子所做的、灵所做的。前面一章我们讲过你要明白怎么做基督徒吗？你的神论、你的教义要很清楚。好了，继续。Now, what is this new manner of life? 那么这个新生的样式是什么的样式呢？ How is it characterized? 新生的样式有什么特点呢？ If it is conformity, conformity to what? 我们若是要有所效法，那是效法什么呢？ It must have its criteria. 新生命必须有它的准则。Its marks. 新生命必须要有它的标记。Its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新生命必须要有它的与众不同的特点。And it must have content that has respect to life, the whole of life, and therefore as concrete and practical as life itself. 新生命必须要对人生有它的内容，对整个人生有它的内容。因此呢，新生命与生命一样，与人生一样，是具体的，是实际的。Life is not ethereal mysticism, it is existential. 生命是具体的存在的，不是虚浮的神秘主义。换言之，究竟我们效法什么，要怎么样活出来？There is no consideration more basic and important than that it is life patterned after the character of God himself. 最基本的、最重要的要考虑的因素就是新生命是效法上帝他自己的本性的样式。新生命的样式就是上帝他自己的本性。Ye shall be perfect as your heavenly Father is perfect. Matthew 5:48. 所以你们要完全好像你们的天父是完全一样。马太5:48. Man's definition consists in this, that he was made in the image of God. 人之所以是人，人的定义就是他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 And God said, Let us make men in our image after our likeness. Genesis 1:26. 神说让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创世纪第一章26节。 And the new life in Christ is defined as 而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的定义在圣经里是这样说的。下面我们要读两段的经文，是哥罗西书第3:10，然后是以弗所书第4:4。请记得我们前面讲过，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耶稣又说你们要向天父完全。所以现在呢，我们把这些结合起来，神的形象，天父的完全。所以呢，这个是新生命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的定义。请听我读哥罗西书3:10，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新译本，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他的创造者的形象渐渐更新，能够充分的认识，认识主。那个主是有小点的，所以按照创造人的形象被更新，能够有完全充分的知识。这里讲到知识，又讲到创造，新的创造。
与这个类似的密切相关的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和合本说，并且穿上新人，那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新一本，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在公义和真实的圣洁里创造的。上帝按照他的形象，也就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里，上帝的公义、真理和圣洁。真理也可以参考刚才读的知识啊，哥罗西书三章十节所造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上帝在基督里再创造的，与第一次创造一样，是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我再讲一次，我们的新生命是上帝的新创造再创造，但是这个新创造，这个再创造和第一次创造亚当夏娃同样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那怎么叫神的形象呢？创世纪第一第二章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主要要依靠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和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所以正如亚当夏娃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的，充满着知识和真理、圣洁和公义，同样我们是在基督里，因为基督的缘故，因为基督的死跟复活的缘故，我们是被新创造的，我们是被再创造的。与第一次一样，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再造的，这个形象也包括知识、圣洁和公义。 It is true that this concept of likeness to God must be guarded. It is not absolute. 不错，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像神，这个概念啊，必须要很谨慎的被保护。我们不是绝对的完全的像神。 For there is a sense in which to aspire after likeness to God is the epitome of sin. 因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人想要像神，这个是罪的巅峰。 This the tempter knew well when he seduced Eve with a plea, Ye shall be as God, knowing good and evil, Genesis 3:5. 试探人的魔鬼很懂这一套，所以他诱惑夏娃的时候说，你们必像上帝，能认识或者分辨善与恶，创世纪三第五节。 In view of the radical distinction, 因此既然神与人是彻底的不同，彻底的不同， radical distinction, Revelation specifying the respect in which likeness to God constitutes the pattern of human behavior is indispensable. 所以上帝必须要启示究竟呢管理人的生活的模式，那个的上帝的形象是指在哪方面像上帝。我再讲一次，魔鬼也会讲你们必像上帝，所以究竟上帝要我们像上帝与魔鬼要人像上帝不同在哪里呢？在哪方面人应该像上帝呢？ Otherwise confusion would be unavoidable, 不然的话无可避免的是一场大混乱。 So we must ask, 所以我们必须要问， What are the lines of demarc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究竟区别的分界线在哪里呢？ What are the criteria? 区别的准则是哪些呢？ What are the norms that define the way of life patterned after God's own character? 效法上帝的本性的生活的准则是哪些呢？ The answer that would appear to be the most obvious and the only answer, 最明显的也唯一的答案是
that since Christ is the image of the invisible God, 是基督乃是那个不能见到神的形象 the effulgence of his glory and the express image of his being. 基督是彰显神的荣耀和他的、上帝的存有 的形象 since he could say himself, he that hath seen me hath seen the Father. 而既然基督对、指着自己说见过我的就等于见过父了约翰十四章第九节 The example of Christ is a pattern for us 所以对我们要效法 的 模式就是基督的榜样 And as such it is ultimate and exclusive 而基督的榜样是至高的而且是排他性的那这里呢穆里就开始讲一段关于基督的样式基督的模样他也跟我们说呢、他写这些文章的是1950-60年代他也没有想到到了21世纪呢人们会用四个字英文是四个字、来把这个概念基督的样式弄得非常的廉价和粗略这四个字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怎么做、不能随便乱乱的、在什么事情上就问那耶稣会怎么做呢下面呢我们下一讲会继续来看上帝的品格上帝的本性基督的模样然后究竟具体的又是什么准则呢答案我先预告是上帝的律法我们下次继续